老摇花，伊是做我的江山，做我的金牌。我的心要瓦靠伊来欢喜，因为我平素瓦靠伊的性命。摇花愿你慈爱临到我，愿我所愿满你的。这是咱的吟诵诗，请吟诵诗第35首。我心实在懊恼，因为上帝大恩，教我救我性命，免得被误。诚心实意敬尊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要在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。
出声求救的是求你听。你捌讲，恁着心无见我的面。唔通对我黄你的面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衬。因为爸母离开我，要我求你用你的道路支持我。
保守我，予我有迄个福分，用每一个主日来告诉你圣殿，我只敬拜你，我只阿罗你，我只听主你的教示。有两位朋友，主日予我，而且真正有平衡我心内的误会，平衡我心内所有心思，专心致意来敬拜主你。啊，非常地，我知，我伫人生走上的路途，兼使我以外拄着困难，拄着挑战，算是你有缘会保守我行我人生的路。我也要确信，主你帮助我，主你你要教示我怎样行我头前的路。啊，我要从我头前的路，从我所有朋友、所有家庭，我一边交托在主的手中。恳求你来带领，我呢明白怎样来遵探主你的教示来行。啊，别上帝，我知，你知我的欠过，你知我教会欠过，我需要向你来求讨，我有一个下主你旨意的牧者来到我的中间，我知我需要一个牧者来引导我，来规划。阮怎样，予阮的教会来得到复兴？阮也要恳求你，予阮全体会友会专心、同心来向你求讨，予阮的教会紧紧有一个牧者来引导阮。啊，阮要将这看作要紧，来向你求讨，来摆在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信心，你好的旨意，予你个感动。你所介意的牧者来到阮的中间，那恳求你的信心来引带来看顾阮这个教会所要行所要做，也予阮会记得阮伫地面上所要担当的任务，阮要怎样来关怀，怎样来教育，怎样来教育，怎样来宣教，那恳求你的信心来看顾阮这个教会，我今仔日要伫主你的面前，搁一遍来领受主你的教示，恳求你的圣神来引带来带领我这个会，安尼恳求祈祷感谢，搁主名来求，阿门。